的心是平静的，固执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，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在这个浮华的世界里，很多人因为贪婪、无知、嗔恨而迷失了本心，造下种种罪恶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，造下罪恶的人死后将在地狱里承受无边的痛苦。地狱在大铁围山的里面，其中有大地狱18所，次一等的地狱500所，再次一等的有1000所。其中唯独有一处寓所，名叫监。无间地狱的狱城，周匝有18000里，城墙高1000里，都是用铁做的，熊熊烈火从上到下燃烧不息。狱中还有床，遍满1万米。之所以叫做无间地狱，是因为有5个缘由感召而成的。第一，是日日夜夜受罪受苦，以致累经结束，没有一刻停止，所以叫做无间。第二，是一个人在地狱里是满的，多个人在地狱里也是满的，所以叫做无间。第三，是施罪用的器具，没有不齐全的。罪人会被各式各样的刑罚来折磨，这样的毒痛苦楚，
在无数劫中相续连接，没有间断，所以叫做无间。是无论男女、种族、年龄、贵贱，或龙或神，或天或鬼，有了造罪行恶的业感，堕在地狱里都是同样的受苦，所以叫做无间。第五，是如果堕在这地狱，从刚进入时直到百千劫，每日每夜都要经过几万回的死，几万回的复生，就算是想要极短时间的暂停，也不可能，直到业报穷尽了，才能转生到其他地方。这样反复生死，连绵受罪，所以叫做无间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痛苦？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折磨？为什么他们即使死去也无法逃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投生到这里？他们曾经是人，因生前犯下的罪行，死后才来到这里。在我们的世界，有五种罪行会堕入无间地狱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快点，快拿钱来。我还要接着上网去呢，赶紧把钱拿出来。已经没钱给你了。你要干什么你？每次都这样，别跟老子废话，钱在哪儿？赶紧给我。钱都被你拿走了，家里只剩点吃饭钱了。你想让全家都饿死吗？老子不管那么多，你到底给不给？你这个逆子，我绝不会再给你一分钱了。逆子是吧？好，不给钱是吧？老子逆给你看。叫你不给。
不给，你也不给，我也不给，你也不给。倘若有众生不肯孝顺父母，或者甚至杀他害他，应当会堕落阴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。这些统统都是封建迷信，瞎扯骗人的。哼，今天我要把这些全都给毁了。你这老秃驴，滚一边去！不能这样啊！哎呀！可怜呐！我算老几？老子比佛厉害多了！倘若有众生出佛身的邪，或者毁坏羁绊佛法僧三宝，不恭敬尊重经典，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。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。漂亮的小尼姑啊！哎，快看快看，那小光头还真俊俏。哎呀，小丫头，害什么羞啊？让哥哥来疼你。放开！亲热亲热，来呀！你讨厌。倘若有众生侵害损坏僧众常住的地方，玷污僧衣，或在伽蓝里面恣意的乱行淫欲，或是杀害生命，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。你们供养我功德很大，保证能让你现世发财，临终往生。一会儿我就为你念经祈福。谢谢师父，那我先告辞了。
我了吧，宝贝儿？我连经都不帮那些傻瓜念了，专门来看你呀、啊。倘若有众生假扮沙门模样，他的心并非学沙门的心，破坏常住的规则，乱用常住的东西，欺皇在家居士，骗取供养，违背僧人应守的戒律，这样的众生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。窃取十方物，偷窃了常住里的财物、谷米、饭食及衣服，乃至无论哪一件东西，主人没给予你，你把它取来的，这也应当堕亡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。作此忤逆重罪，将堕无间地狱，受苦无穷无尽，求出无期。愿一切众生永不再造罪业。
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9月13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护生员义工，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、打扫环境。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自信清净人缘成，安住十方吉祥沙土中，诸佛正法僧切生者中，定力一切愿我等吉祥，佛现用意成就佛，自愿得佛善名声得佛，一切一持广大名成佛，如须弥山生利名得佛，垂念一切众生名得佛，吉祥名称祖愿佛，请问生命增大增吉祥，吉祥八大善事尽定力，文殊童子具得金刚手，圣观自在护住自是尊。
地藏菩萨并与诸盖障，圣尊普贤菩萨虚空藏，青莲金刚白莲那切树，如意摩尼宝剑日月轮，十善标志吉祥殊胜灯，八大菩萨勇士金顶礼。圣宝三吉祥黄金玉，如意宝瓶月一妙莲花，月影海螺圆满吉祥界，不朽圣创自在金轮宝，书生标志八圣吉祥宝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今夜喜女生中即增香，八大吉祥天女金顶礼。八幡大自在天边如天，千目的是一尺过天王，增长天王龙王光禄天，多闻天王各持天宝物，本三叉戟短枪金刚杵，琵琶八剑宝塔神八窗，三界增上山庙与吉祥，世间八大护法金顶礼。我等如今所作诸事业，一切障难恼恨悉消弭，顺缘增长所愿如意成，祈愿吉祥如意。